几月几号？我啊，今天几月几号？一月一日。嘿，星期几？星期我日，星期六啦。六啦。六。啊，那一百分。啊，星期六水曜日啊，啊，你几曜日？星期誕生日，おめでとう。星期六都土曜日啊，都是啊，土曜日，土曜日，嘿，嘿。啊，明仔在礼拜天三地，三地是安怎？你三地日本日本话，像，你几曜日？你几？你几曜日？你几？做你几曜日？嘿，啊！这除夕你要当时啊，转几点？除夕，除夕就讲十一点半啊。啊，对啦，十一点半。啊，不是下晡三点半吗？三点啦。哎，三点吗？三点啦。嘿啦，我写一只。等于休一个，拄好食饭啦。三点回家来，我写一个。我讲讲的，我家己比你较惨。嘿。啊，你这个有咧挂无？脖子这个，我摕来这個，我摕转来洗，我搁洗洗，下一次再搁扎来。我唔免摕来，这伤伤细条啦。一直要爱哦，我先搁摕转来洗洗，无挂咧遮。啊无，安尼十一点啦。哎，十一点到遮，我才有当食。嘿啦，转来十一点啦。吼。等啊，到遮十一点，十一点都，我都讲十一点要等啊食。初二十一点吗？初二哈。嗯。啊，要等下才搁拍算啦。三点啦。三点啦。除夕。你话拢糊涂了，我也糊涂了。来下起来。搁用电话搁讲啦。搁用 LINE 见证你传给我。数字传给我，我每天早上起来，今天星期几都搞不清楚啊！卖个公里，我想啊，今日遮寒，我一定五点起床的啦。啊，起床了天暗暗嘛，唔知影今日星期几。啊，今日是天气是热还是寒？哦，穿足济，啊，都爱想讲我即马啊行出去，我都爱搁穿一个脚板。腾腾腾腾腾腾，中午腾个龟卡出门，倒腾啊，就龟卡腾啊。啊，就是安尼啊，为外口穿到内底，内底穿到外口，爱安怎穿，佫较方便。你看这么麻烦。不要占人家的便宜。要安怎占？我家己公车有通，要安怎占？我们三个都要写呢。好 ，OK。哎，要安怎占？我在写了。公车钱的入面都足够的啊。哎，骑伫外口吹风，开车电都麻烦啊，歹停。啊，你无停，你无开车，等下迄个电嘛都爱有扣钮呢，无扣钮，等下又搁叫人来换呢。我姐姐在顺便写。啊，我保险今年买五千外块，我讲哇，我应该拢两千外块，即嘛哪会变做五千外块？我爱搁注意者。我上欢喜就是我迄个电视改迄个，甲双子，讲阿妈请伊当啊围咯。有啦，宋爷有甲讲好过年当来一时啊啦，会当来啦，嘿。啊，双子我都唔知啊。啊，该交代个。我即马当啊，唔当啊，无要紧啊，甲宋爷讲叫一个啦，讲阿妈在请伊当啊。嗯，安尼啊，要等啊。